谢给您，谢谢啊。爱姐，老公，这位先生，他是周子航，周先生，他觉得我们饭团特别可爱，所以过来看看。来来来来，爸爸抱哦，爸爸抱，爸爸抱，哎呀，好好，哎，吴先生您别误，我也是熊猫血。哦，是吗？是的。啊，那太好了，周先生，来，进屋吧，进屋聊。周先生，你看，这就是我儿子，长得呢比较像他妈妈。哎，周先生，你别说啊，我们小饭团这张照片啊，哎，跟你长得还有点像呢。您看，要不这样好不好？您看，要不这样好不好？你要不就给我们小饭团当干爹吧？啊，如果哎。哎呀，怎么切这么大一口子？怎么这么不小心呀？哎呀，这口子怪深的，这样我去拿创可贴啊。你别动，你快走，没事，你快走啊。行，没事，快走，别在这待着了。哎呀，我说你本来就不会做事，像这种事情，以后就留着我做。来来来来，坐下坐下，给你贴上。吴先生，您先忙，我晚上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周先生，你不在这吃完饭再走吗？我不吃了，我真的有事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哎，周先生，哎呀，你说你，小弟，小姨呢？起开！